陆战队官兵签约大会今天上午8:30在桃子园营区举行，由副司令耿中将代表何司令主持。大会首先攻读了总统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训词，耿司令并阐释了训词的重点和重要性。接着领导官兵宣誓并主持签约，他们在誓词中庄严地保证自我做到民族信心，强于民族定力，庄严自强，处心不变，慎谋能断。会中并且表扬了朱宗昌上尉等7员自愿留营的官兵，他们是为了率先以行动实践总统的训词，分别申请留营。